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呢条啊，收看呢条政论吓，咁啊一睇就知吓讲乜啦，后边吓喂一啲吓店铺出租执笠咁样，咁啊近来咧即系有两个数字都好惊人嘅，一个就系300，一个系3000。3000咧就话已经有3000间铺执咗啦，定系咩？咁又话预期咧将会有几百间铺、300间铺。陆续会执啦，即系过咗呢、这个复活节假期之后咧，就发觉咧毫无起色咁样，咁啊呢啲咁嘅说法咧颇为惊人啦。咁啊，我哋有个新嘅网站，全港执笠关注组系嘛，咁啊即系等大家，咁啊我都 多咗好多资讯啊，我都。碌咗啦，系咪先？咁啊，主要就似乎执得最多咧，街楼街尾咧，尤其是即系因为北上啲人咁样唔消费咧，咁咧似乎就系食店啦，系咪？咁啊话执咗几百间食店就系最近嘅事啦，咁诸如此类，话将会预计即系好多业界啦，预计嗰个即系。复活节期间睇到个样啦，即系生意冇咗几成咁啦。咁啊嗱，大家有出街行啊，咁我哋田野调查啦，我自己都有呢啲经验啦。过去嗰一年系嘛，即系叫做疫情完咗啦，咁样已经发觉系问题，乜正正英啊、中环啊嗰啲都登唔开噶嘛。咁啊，铜锣湾啊、湾仔啲地方食饭啦。旺角啊，嗰啲咁系咪？唉，讲埋个名叫醉琼楼，10:30赶人走啦，真系11点就要执噶啦，即系要咁啊，完全即系唔系以前嗰回事喎吓。咁啊，搞错啊咁。咁好啦，而家见到咧就话大量建业啦吓。咁啊，我哋要追究呢个管治不力嘅责任啦。咁啊，大家都知过去嗰一年咧吓。香港人最关心嘅还是经济啦，所有人系咪？咁啊，一般基层嘅市民，打工嘅，咁我而家香港系有35000间食店嘅牌，咁如果执紧已经执咗3000，再执多3000，咁啊点咧？咁样，原来都系等2018年嘅数字喎，2018年以嚟增加咗7000间食店。系，都唔系好严重嘅，但系你唔好咁计啊！如果你咁样即系再执多3000咧，一间10个人啦，嗰度3万人失业嘅，系咪？3万人失业嘅，咁啊，对香港嗰个经济有冇即系成个就业啊，会唔会一个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咧？系嘛？会唔会因为佢冇咗钱啊，又其他嘅经济啦？经济就一个膨胀，一个收缩咁噶嘛，系。咁咧，即系我哋如果唔明嗰个，即系如果一下一睇漏咗咧，出现一个萧条景象咧，有排你都整翻唔上啊嘛，系嘛？咁啊，虽然即系理论上有好多经济学家可以俾啲意见，点样谷翻你经济，咁但系香港政府除咗整埋啲蛋啊，系咪？咁我行过呢个庙街都见啦，整咗几个灯牌喺度啊，咁啊冇人嘅，系咪？同佢以前嘅理解系唔同咗嘅。而政府就系做呢啲嘢啊，缤纷嘢啊咁样，嗱，你话政府搞下啲咁嘅嘢都冇坏嘅，但系完全冇效啊嘛，你都系咪？甚至乎你话政府派下少少礼券啊，俾啲抽奖啊，咁即系你作为一个刺激性嘅做法咧，就冇理由啩，即系话冇嘅。只不过佢而家做嗰啲嘢系完全。又嘥錢啦，整個大燈牌喺度啦，我行過廟街睇到，整個大燈牌喺度，莫名其妙使咗幾百萬啊！得閒冇事啊，整呢整弄咁啦嗰啲嗰幾隻蛋咁又話使咗1000萬啦，幾千萬啦咁，咁樣要花錢就即係又你要穿數牛成啦，呢啲好明顯喎，即係政府使錢就係有啲咁嘅衰嘢即係無聊嘅放煙花嗰啲咁樣除咗益咗啲煙花商之外咧，究竟刺激到幾多經濟咧？講唔出嘅但系就系咁啊，为咗要刺激下，咁就抌咗好多无谓钱啊，而一啲成效都冇。咁啊，啱啱先讲完啦，全港执笠关注组咧，
我睇過啦，佢唔係淨係講食店。當然我哋知道最多就係食店啊。咁大家感受感覺最最嚴峻嘅咧，都係食店，係嘛？大家出街就知啦。夜咗啊，就算係我啲住宅區嗰啲咧，嗰啲連鎖店咧，大家樂啊、大快活嗰啲咧，即係都係做到八點零鐘就收工噶啦，即係唔做嘢冇嘅，即係晚黑冇人食嘢，同以前真係唔同曬，係咪？咁你可以話因為 Omicron 啊 COVID-19 防疫影響咗一般人嘅生活習慣啦，但係呢啲嘢如果我哋已經有幾廿年嘅生活習慣咧，影響一時咧就會翻翻轉頭嘅，一定係會嘅，係咪？幾年冇出夜街，咁你唔出翻舊本，結果冇人出翻舊本喎，跟住咧就係、是、生活習慣真係變咗啦，係。咁當然仲另一樣嘢，大家係非常之緊張咧，就係、是、因為翻曬大陸消費啦，係咪？咁啊人係唔少嘅上去，咁啊但係咧基本上咧。據講咧，又係都係同2018年差唔多嘅，啊近來，當然中間嗰幾年就少咗啦。今年咧200萬係嘛，比舊年咧就多咗100萬，啊，即係北上假期北上，咁啊有幾年停咗㗎，2021、2023咁啊，2021、2022咁啊，嗰幾年停咗嘅，嗰幾年得2000-3000人啫，復活節假期啊，因為麻煩啊嘛，啊又要。隔離啊嘛，咁啊開咗之後咧，咁啊開咗就知啦。咁啊香港亦一路輸到而家啦，嚇、啊、嗰、那個形勢就係非常之嚴峻啦，嚇、啊。咁啊而我哋又見我哋嗰啲即係當權嘅人好似唔多理會咁啦，除咗搞埋啲即係表面都唔恨嘅夜奔奔，係、啊、毫無作用嘅嘢之外咧，咁佢哋似乎當係做咗嘢㗎啦。咁當然啊，我哋話呢個係相當嚴重嘅。咁頭先啱啱講完啦。有人指出咧嚇，主要就係因為呢幾年開多咗多食店，點解咧？我都唔明白，有冇人解得到咧？即係話咧，2019年嗰陣咧，而家比2018年咧多咗6000-7000間食店，而家有35000嘅咯，所以咧34000咁啦，咁所以執咗3000咧，已經執咗3000，再執多3000都唔係好大件事啫，係嘛？都係多咗啊嘛。咁但係我哋有問啦，你睇下後邊個鋪啊，我哋嘅感覺唔係淨係食店執咗，食店係比較即係好多店嗱，我哋都知啦，街頭街尾嘅飲食業咧，香港嘅特色嚟嘅，咁啊的確係頻頻執啊，頻頻開嘅啊，幾十年你都係咁啊，幾廿年你都係咁，所以又唔係好驚訝嘅，咁啊即係如果啲人消費翻咁咪得咯，咁樣係嘛？或者我嘅睇法咧，即係湧曬上深圳咧，純粹係因為兩地嘅經濟有差距，係咪？香港經濟開始下滑，啲人冇咁捨得使錢啦。咁嗰度咦，嗰度平我食嘢，咁咪上咗去。咁如果你話佢裏邊係經濟差過我哋啊，如果佢好翻啲咧，咁佢啲嘢貴翻啲咧，咁可能香港人就唔上去啦。咁就係咁簡單嘅啫，有啲嘢。但係除此之外嚇，除你飲食之外。咁你後面呢度都見啦，好多唔同嘅鋪都執咗啦，係咪？當然新聞報道咧，即係就我覺得冇代表性唔夠嘅，因為佢係話個書店執咗啦，書店未必執過，可能搬咗去第二度上，即係西環啦，因為啊黃色書店嗰啲情懷咧特別誇大咗啦，哥登堡呢啲係食店啦，係即係有間叫 Harvey Nichols 啊，喺廣場嘅店啦，係咁啊執咗啦。另外有好多店咧都係準備執嘅，咁啊唔係飲食業嘅嗱。大家我都知啦，即係好多我哋北區好多藥房，好多係執啦。咁嗰啲應該執噶啦，但係好多不同行業都係會執嘅。咁據講係即係惠康啊、百佳嗰啲都有啲店係準備執，即係有啲鐵鋪係執咁啊。一片咁啊衰退景象咧，係即係非常之嚴峻嘅。咁啊，當然啦，我啊，包括我啊，特別係關注咧，你香港政府點解唔阻住啲人即係留翻佢喺香港咧？因為呢啲係做到用政策做到嘅。因為如果啲人只係因為話喂平啲喎，我哋上去咯，我哋啊生活冇咁好咯，而家上去咯咁樣。如果就係咁嘅話，咁我問啦。
咁其實我哋只需要好簡單嘅嘢啫。第一有兩招噶嘛，係嘛？一招就係收六六厘警税啦。其實而家變相都係啦，係咪？你加羅湖到落馬洲，唔係上水到落馬洲，或者上水到羅湖嗰兩程，加多個10蚊咧，就即刻就係咪？即係其他關口要收佢費用咧，過關費用咧，咁就即刻可以。起到嗰、那個唔好話，咁啊好多小便宜嗰啲就算噶啦，係咪先？多咗幾廿蚊就唔去噶啦嘛。呢個其中一個簡單嘅方法，另外一個講法當然要訴諸香港人嘅集體責任感情懷啦。香港人要救香港，唔可以咁嘅，係咪？香港好多人會因此而失業嗱。而家咁講，如果再執多3000間，起碼近年又多咗3萬人失業啦。咁呢啲人全部都係較窮嘅人，先越窮越見鬼，就呢啲啊，越窮就要上去。買平嘢，但係跟住咧，搞到香港咧就唔喺香港消費，上去消費，結果咧就令到香港更加快咧結業啦咁樣。咁啊嗱，你又要嗰啲窮嘅人在香港消費，貴都要買咁係唔得嘅。講真，即係道德上直情啊，我見啲人留言都係其實一句嘅啫。咁我即係錢多就話啫，你。富裕就唔介意使多啲啫，好多人真系度住使嘅时候，平啲就系佢喺大晒噶啦嘛。咁每个人嘅经济条件的确系唔同嘅，又唔能够咁嘅。但系如果你话要喂我贵都要留喺香港嘅，咁你刺激佢嗰个爱港嘅情怀咧，呢个系一举两得嘅。但系我哋知道李家超唔敢嘅，香港人加油留喺香港，咁佢就惊得好紧要，唔讲话加油呢句咁敏感。你之后话香港人，我哋唔衰得嘅，我哋留喺香港，诸如此类，讲多两句佢都惊，因为深圳可能闹你，打个电话嚟，咁啊，知李家超几冇用啊呢个人，咁咧佢都唔敢得罪所有人，所以咧就由佢啦咁样，咁而我哋嗰啲有识之士议员全部咧就冇呢、這个任何桥可以听到，咁当然啦，另一个重要就系大多数人，我觉得相当有道理就系、是。幾十萬人嘅移咗民咧，嗱移民嘅人咧，移民嘅咧多數係即係中產啊，唔係多數，一定係啦，唔係你啲無謂移啦，係咪先？追求更美好生活啦，移民係嘛？如果你都係爛命一條嘅，咁啊話知佢23條定48條啊？總之我就要即係就留喺度噶啦，咁大家都知啦。咁比如啲小即係小產小資產階級咁樣。有啲錢啊，咁樣唔希望啲子女啊生活喺呢啲地方啦，咁係嘅，咁呢個時代嘅悲歌啦，係咪？咁又因為走嘅主要係中產咧，所以令到嗰、那個即係嗰個消費力係下降，係咁啊，特別係嗰啲嗱，比如西貢啊，赤柱啊呢啲典型嘅係嘛，甚至乎黃金海岸啊，即係可能去遠啲消費嘅，當然啦，即係。旺角就另計，嗱旺角都係差啦。我去到旺角，但係你話比如灣仔中環係咪？尖沙咀呢啲貴啲嘅區一樣係好差，咁係連鎖反應嚟嘅，變咗係連鎖反應。咁點樣令到呢啲人減低個移民潮咧？諸如此類咧，咁呢個阿超又係你問佢真係我都費事鬧啦。佢亦都唔問其他人啦，我哋講嘢有冇道理，佢都係唔聽噶啦。所以只能夠眼光光睇住香港咧，就一路差落去啦。仲有一樣咧我哋要即係你問着嗰啲當權嘅人咧，就話唔緊要啦。嗱，我哋走咗專業人士，入翻全世界招募咗多專才，即係係嘛？嗰啲人都係大家。即刻就明啦，咁我假設其實90%喺大陸嚟啦咁我哋有新香港人啦，而家的確係多咗好多新香港人，過時過節咧，佢哋湧翻去消費，咁又好難鬧佢哋嘅。你要知，如果你係離鄉別井嘅話，咁你有週末假期，你唔翻屋企，係咪？3次3個禮拜翻咗一，隔個禮拜翻啲好合理，好合理千祈唔好講話佢哋唔啱，冇咩唔啱你唔明，因為你以為佢嚟咗香港就香港人，咁就好似香港人咁嘅模式啦。香港人咧係一個獨有嘅文化群體嚟嘅，好唔好？我哋唔叫佢一個國家啦，
当佢一个族群啦，一个特有族群。咁系所有族群，我哋都知有一种文化，嗰种文化包括呢啲饮食消费嘅文化，呢啲文化先令到佢成个融合喺个经济里边，即系我哋个人香港嘅经济体里面系运作良好。而家咧，你可唔可以将香港人当系即系马场嗰啲木马或者牛啊、猪啊、羊啊呢啲咁样，或者系宠物？繁殖嗰啲農場啲狗啊咁樣，喂冇咗喎，走咗喎，賣咗咯喎，咁我哋就買翻啲翻嚟啦，係嘛？直啊雞場咁，我哋養翻啲雞咪得咯。而家香港嗰啲當權嗰啲人咧，就係講啲咁，你大家有冇留意？唔怕走咗好多中產啊，我哋揾啲仲有錢嘅落嚟，我哋有人口政策，國家支持，放啲更叻嘅人落嚟，咁我哋咪點咯？係啊，香港依然有。啊！走咗三十万中产，依然有三十万中产，咁我哋咪冇事咯？啊，冇咗劳动人口，啊，又嚟翻劳动人口，又冇事咯？咁表面系，咁我问你，如果系咁，嗱，我哋姑且信佢啊，吓个失业率仲系咁低啊，系咪？我谂系高咗噶啦，啊，硬系2.8咁啊，我当你系啊。咁啊好啦，我又當你走咗勞動人口嚟翻勞動人口，走咗專業人士嚟翻專業，又請翻醫生落嚟啦，係咪？工程師啊嗰啲，係啦。咁點解唔會係個經濟可以保持到咧？嗱，而家你睇點會走咗6-7千間咧？點解係咁咧？大家答唔答到我呢個問題咧？你可以講得好複雜啊，要揾專家研究啊。不過我又好簡單嘅層次上咧，我可以答俾大家，因為個文化唔同咗，就係咁簡單。啱啱先講完咧。比如嗰啲佢系国内嘅专才，佢嚟到，佢嘅生活习惯就系我既然嚟响别井，我周末一定翻屋企，两次翻次都要啦，系咪先？咁就已经唔同咗，系咪？好啦，你话香港嗰啲惯咗香港消费嘅，我耐唔耐上去，我随时变得嘅呢种，仲有中产咧，佢哋使钱，佢唔会话喂买餸过去深圳买平啲啊，叫阿 Maria 定系自己同我老婆落过去，唔会噶嘛，系咪？去街市嫌污糟，要去啲干干净净嘅 supermarket 购物噶嘛，系咪啊？貅皮中产系咁噶嘛，咁你就明啦，即系佢哋嘅文化系同新嚟嘅人已经系完全唔同，系。纵然香港有继续有750万人，继续有一定同样比例嘅中专人士，佢所有嘢都系唔同咗，个文化唔同咗，而你唔能够将佢哋嘅文化带翻入嚟咧，就会引起呢个经济问题啦。即系话咧，点样调节翻佢咧？你都唔好讲话吓，你冇能力阻止啲人移民，我亦都唔系想建议你阻止人哋移民，系咪？但系你点样令到新嘅移民吓，同样系中产咁样诸如此类啦，劳动阶层，佢哋能够融入香港？撐翻住香港本土嘅經濟咧，啊！如果經濟一冧咧，乜嘢移民都嘥氣喎，國內啲人都會走，冇工做佢唔走，就係咁簡單啫。哇！嚟到你呃咗佢買咗樓，佢俾咗層樓你，佢都要走噶啦。如果真係冇錢嘅話，所以呢啲問題係結構性問題。阿超咧就咩係結構性，佢可能都唔明社會學裏邊嘅結構性難題咧，佢唔明。咁誒，等北京同佢決定啦。係，我哋咧就面對呢啲環境，除咗指出問題之外咧，係而家仲驚啊！指出問題講得嘢多咧，會俾人話你23條啊！啊，冇啦，當然係一定要照樣評論啦，照樣咩啦？我係悲觀嘅，我唔會話希望香港好翻咧經濟，我睇唔到。即係你如果當政人又唔明呢啲嘢，係咪將香港人當係一個數字？當佢係一堆牛啊、羊啊、豬啊咁樣，或者一堆商品啊，冇咗呢堆入翻啲貨咪得咯嚇。佢而家真係咁講啊，你有冇留意啊？所以咧呢條片我做嘅時候咧，諗起呢個咁嘅嚇，即係當政嘅人將嗰啲人民咧當係一啲嚇無視咗我哋活咗幾十年。係你試下外國嗰啲朋友翻到嚟香港就係落去旺角蒲噶啦，佢過翻香港式生活，去到英國佢係好寧靜嘅生活，翻到嚟香港。探朋友啊 ，wed 啊，即刻約出嚟，呢啲咪港式嘅生活咯。你要維持呢啲噶嘛，你唔能夠怪嚇國內嚟嗰啲專才，佢嚟貢獻社會啫，冇話要包你消費啊嘛。佢嘅消費模式同你唔同啊嘛，即刻就會
引致咁多吉泡出現，係咪？而你如果唔面對呢啲嘢，解決唔到咧，咁咧經濟崩潰，你咩專才咧都係冇用嘅。好多謝大家啊！